记得在念小学的时候，每个学期开始的第一天回家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到了房间里，把扛回来的新书摊在书桌上，一本一本地为他们穿上我觉得最漂亮的衣服。你可别小看这几张五颜六色、看似不怎么起眼的阅历纸，这可是我和哥哥姐姐在经历一番惊天动地、手足相残后才好不容易哭闹骗来的。谁叫他一年只有十二个月呢？这十二张阅历纸实在是怎么分都分不够啊。然而这段甜蜜的包书岁月也随着我们因为上了国中，逐渐呢将生活的重心放在比谁的头发长、看谁能够追到隔壁班的漂亮女生以及日益沉重的功课压力下，而慢慢地引入了记忆。现在的小孩可以说是方便多了，已经有了精致的自粘书套，已经不需要什么克难书套了，但也因此呢失去了一些童稚时候的一些创作之心了。欢迎各位收看今宵花月夜。张清芳的歌，除了高亢嘹亮的嗓音之外，更感觉到一份属于女性的妩媚凄美。不管是抒情或是轻快的歌曲，
张清芳的歌声始终可以轻易地打动人心。她放纵情绪的高亢嗓音，仿佛唱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。她毫不保留的自然表情，似乎也令人感受到来自于女性独有的成熟魅力。也因此，由她所诠释的情歌，是诉说凄美的爱情故事也罢，或是表达心情的词语也罢，都可以让人清楚地明了现代都会女性的痴与狂，以及都市丛林里的情爱游戏。周末的夜，我不哭泣。
乡愁是一种苦涩的幸福，毕竟远去的是空间，而拉近的却是时间。陶姑妈，这个大家都叫习惯了，您是哪人呢？本名呢是？我本名叫陶宗生，艺名是陶树。陶树是。但是现在多半知道我的人都叫我陶姑妈，都叫陶姑妈。对对，是。那您这个在这个大陆的时候，您是暨南女子高校毕业，对，那算是暨南女中，算书读，在当时来讲书读得很高的啊，这是一个高中程度了，对。而且您好像在这个愿望是自小就希望能成为一个教员，对，但是兴趣最大的很想又是演艺工作，对，因为我对这个演戏是一种爱好。在那个时代哈，对，好像不是很像对父母都不推崇，还在学校的演还无所谓啊。是，如果你要跑出外面真正接触观众的话，那就不行了。对，家庭就非常非常的反对，那可能也要一点挣扎了。对，所以我演戏真的是差一点就给我父亲脱离父女关系了，就严重到这个地步。对，后来我父亲就非常反对了，非一定叫我继续念书。那后来我就到南京，到南京考入那个体专呢，国立体专。抗战胜利了，有一个剧团，叫中国戏剧学会，然后他们在那就招考。那刚好我就在南京嘛，在南京上学啊，我听到这个机会太好了，那我就去考啊，好几百人只取两个人呢。您就是其中之一。我就其中之一。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啊，我真正就说正式下海演戏，没有大概没有干多久，我父亲知道了，又发现了，又来找，又把我给弄回去了，弄回家去了。后来我父亲去世了，我就大胆的演戏啊，没有阻拦，对，没有阻拦了。后来我们就给曹建他们啊，我们组织一个剧团，呢，挨着这个津浦县呢，挨着津浦县，就是从山东开始一直往南走，然后上海、南京的，听说上海就又要失守了，上海又要丢了，又丢了，我们就怎么办呢？大家说。那时候只想，反正上海丢了，共产党打进来了，那他就会放我们回家了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嘛。大家那时候也想等着，干脆就回家就算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对吧？这个没办法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就是蒋维国先生啊，他那时候是战车一团的团长，他就要组织一个文化工作队，那个文化工作队也需要人才，需要人，就这样。我还记得是38年5月1号到台湾的。后来来了台湾以后，您这个戏剧呀，演的是这个深入民心啊。像您这个王导演导演的像《红柿子》了，对，看到我，印象相当深刻。这个红，我说我今年是我的幸运年。是，虽然我演了那么多年，但我从来没有演过主角戏，电影也拍了30-40部啊。所以甭管怎么着，总算当上主角了。这个我都没有想，真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啊！真是。对于这个演戏这份工作，这一生下来，您这个有什么这份演艺工作还想去完成的愿望，还是说有什么样的计划？这个有机会再来一个好戏。说实在的，真的能演这一个红柿子，我已经很满足，很满足了。这个可以说，我真。做梦都没有想到的，真没有想到我到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再叫我演那么一部戏啊。Thank you.
想起月下，我想起花前，多少的往事留在我心田，一半是心酸，一半是甜蜜，一年又一年常叫我留恋，留恋，留恋月下花前。我想起月下，我想起花前，多少的往事留在我心田，一半是心酸，一半是甜蜜，一年又一年常叫我留想起月下，我想起花前，多少的往事留在我心田，一半是心酸，一半是甜蜜，一年又一年常叫我留恋，留恋，留恋月下留恋，留恋叫我永远想念，我想起月下，我想起花前，多少的往事留在我心田，一半是心酸，一半是甜蜜，一年又一年常叫我留恋。生半日闲，拿根钓竿在河边垂钓也是一种生活新乐趣。于是这天下午，我一个人来到这河边钓鱼，独自地享受那份悠闲自在，一人独钓一江秋的乐趣。虽然钓了大半天连只鱼也没上钩，不过钓鱼之乐乐无穷，我倒是钓出了一片好山好水和一副好心情。